好多回去说，爷爷去炫耀你外亲爹，去夸你外亲爹干去了，你报吗？报了，知道朋友是干话，退了吗？是吧？啥直播间我东西全是给大家收好了吗？反正我没有底气的东西，我不和啥直播间挂。反是咱们店和卖不好的东西，我不和啥直播间挂。我刚挂上的东西，全部是给大家报收好了啊。收到货，包装拆烂了，产品也用过了，只要你说爷爷干的不好，退。39块钱五哎，我告诉你啊，也不到8块钱，到哪都卖不上这么实惠的气垫。关键问题是我这气垫还不干，水润，这气垫还有安吉酸哎，哦，不给大家撕了，没眼管了啊。走，这就像的皮肤，看这远相机下面这个皮肤可怕吗？这个不假白不死白的啊，这个是自然色的一个气垫。然后这个气垫用在皮肤上的时候呢，它能打造出水水亮亮的这种感觉，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它卡粉浮粉，因为这个气垫里面它是加入了一个玻尿酸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啊。不要跟开美颜比啊，美颜开了以后呢，那个就不真实了，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就实实在在的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气垫在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表现力。其实我们人眼看到的这个状况比这个原相机看到的这个情况它要柔焦，它要好看，用了气垫以后皮肤立马就变水润了，然后变上去变得就是说这个瑕疵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然后这边你看这个瑕疵多明显呀、啊，这个毛孔遮瑕的那些产品真的很多，气垫 BB 气垫 CC 小蘑菇气垫 CC 棒呀，找到一款水润一点的，然后又不假白死白，然后就是说亮亮透透的，不卡粉不浮粉的这个遮瑕的产品真的不多。所以又好用又划算的这个气垫，秋天的时候必须安排上啊。